真有够闹鬼的，真正有够闹鬼，迄好友伊上闹鬼。人咧讲什么牛鬼巴牛鬼巴，什么统计学，什么误差，好友伊对头到尾拢听无。柯文哲讲，我当时讲答应牛你三趴，啊你即马要搞我叫我牛两趴，有人安尼啊？这么叫嚣？你做民调咧投票，讲爱无你牛我，你是弱势团体啊？啊是你摕敬老爱心卡的？你到规群安尼笑来笑去，啊！你嘛讲这笑话，讲个讲什么笑话？所以即马网络吼，足侪人咧问一句话，讲啊，林刚啊，交柯文哲要签约，爱查家长同意书啦。黄国昌，我即马甲呛声呛三公啊，呛三公讲，你若要辩论，找我阿川阿德，看要带地办啊，拢会使对不对？我笑伊唔当啊，有哪是臭死啦一个。